今天做了一个 landing page wizard， 是 landing page 专家。我来录个视频，我就用中文来演示吧。我请评论我的 blog， 把 URL 给他，他支持 URL 和截屏。我先来试一下 URL， 他自动先找一个有没有 review 的，如果没有，再继续。好。让他列出优势、劣势和改进建议，每个加了个 emoji， 看着要视觉上要放松一点。说劣势，视觉设计比较简单，不够吸引视觉导向的读者，那是真的。分类和导航确实不是很清晰。改进和建议 ，OK， 我再测试一下截屏的 ，TPT Founder 给的 ，TPT Founder 的抖屏截屏，看着截的屏是英文的，他也用英文的来回答了。还是优势 strength 和 weakness 弱点，还有那个 improvement suggestion， 还能提高一些。我试着让他再读一下长的屏，我让他分析一下这个长截屏，让他用中文回答吧。他老是用字为优势低于导航 ，OK。劣势颜色使用大量不同颜色的按钮，看来他认为这个一堆颜色的会让人 confuse。这个我倒可以修改一下。信息密度，大量文字信息可能让用户感到信息过载，这个反正给人参考吧。 OK， 简化使用的颜色种类为不同的按钮，使用更一致的简化分段内容。 OK， 增加视觉颜色图形和图标来分割文本，页面看起来不那么密集，可能只是这 FAQ 太过于密集了。 OK， 我这个 landing page 的专家就演示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使用。